其实那天我从武汉回来，我们要先去隔离点嘛，他们提前在那个大巴车进那个隔离点的酒店的门口，他们就看了，就看了一下，他们就很满意了，因为他们就看到，哎，我这个人活生生的，他回来了，就是这样。一个医生的付出，可能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付出，还是感激吧，非常感谢家人。没有一颗悲悯的心，是做不好一个好医生的，我觉得。ICU 里的病人其实都是插了管，打着呼吸机啊，然后用的镇静药，他其实不知道，没有办法去互动、去交流的。所以我经常会说啊，我们跟别的科的医生不一样，一个 ICU 的病人他好了，他其实可能都不知道是谁在治疗他啊，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幕后英雄啊，减轻他的痛苦，让他更有质量的活着。就病人身上的痛苦，就犹如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痛苦一样，你要能感受到这一点，你才能做一个好医生。所以其实我回来之后，首先第一点，大家明显觉得我对大家严厉了，非常严厉了，就是因为我看到了、经历了那些，我就知道必须得严厉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确实这2年其实他们还是进步很大，就以这次上海抗议来说，我们科室派出了很多人，很多都是年轻的人，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，都是表现出非常过硬的心理素质和业务能力，这点我很欣慰。作为我们这个科的医生，你需要有非常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广博的专业知识，在很多时候事情转瞬就发生了，非常的快，治疗病人的窗口也稍纵即逝。你一定要果敢，医学是有天花板的。目前来讲，危重病人的抢救经常会遇到很多的挫折，但是你要有不放弃、不气馁，你要有韧性，有压不弯。这样很多时候是在就你不停的坚持，你最后才看到了希望。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医生，我对大家的要求都是做一个医学科学家，或者叫科学型医生。我们能够为医学我们这个专业的前进做出一些推动性的作用。这是我们想做的。